这边是液态的电焊机，这边是空压机等振动机，这些都是空压机。这个是加湿的等离子切割机，这空压机。这边哪里有卖这个吸烤机的？这边是加湿的电焊机。 这边是东城电动工具的产品，这些都是东城锂电的产品。 电扳手。 冲击扳手。 锂电产品，这个是东城的切割机、发电机、弯管机系列。 吸尘器，东城的电焊机，这片是其他品牌的锂电产品，充电角磨机。 喷枪、喷油漆的，这个是喷涂料的，这些是做消防的冲孔机，这边是做消防系列的啊，下面都是这种机器，套丝机做消防系列的。 这边是清洗机，就是洗车机啊。这边是封扳手，这边是聚铝机。 这边是切割机，上面这些是台钻，这里是瓷座钻，这个是手提的弯曲机，这边是建筑机械系列。 弯曲机、电镐、切钢筋的切断机、马路切割机。 柴油发电机，切割机，调制机，大致就是这些东西了。
发电机。